家好，我是非常专辑年度盛典的推广大使玛利亚。我是非常传奇年度盛典推广大使郝弟。今天我们要推荐的项目也是来自我们家乡非洲。在我们的家乡，只要一进到医院，就会蹦起来跳舞了。只要给了我们一顿火，我们都会立刻忘掉所有的烦恼，唱歌、跳舞、聊天。在我们的非洲，没有什么事是跳舞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再跳一个舞，让我们一起开启非洲传奇。从远古而来，对大自然的崇敬如耀眼火树般绽放，辽阔原野间与飞禽走兽共舞，如天地精灵的召唤。非洲十国优秀舞者集结中国，尽显非洲人的快乐与奔放。和咱们现在春节的这个气氛啊，你看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哈。对，下面要隆重介绍一下旁边这位玛利亚。我是玛利亚。这位是郝弟。郝弟大家好。My name is Kalini from Gambia, Banjul. 过年好。哦，过年好。也给你拜年了，过年好。我们大概十一个人都是不同的国家，十一个国家代表非洲人。什么时候也是逢年过节呀、啊，或者是有喜庆的时候才会跳这样的舞蹈吗？对，就是 喜事吧。像我们今天点的那么大的火，第一个是过年，第二个是国家领导，因为是特别特色的费大功夫，是我们等这个过年的时候，大家要欢迎这个的年底的。就是、级别越高，喜庆的程度越大，这个火也就越大，是吗？怎么样，观察员，你们的感受？非洲的火舞呢，
这种原始的力度和这种对火的这种赞美，对生命的讴歌，真是一直保存到今天呢，非常了不起。非洲的朋友们是非常热情奔放，他们的舞蹈和歌也是一样，非常有节奏性，表现力特别强，而且他的那个用火放到嘴里，那个技巧也不是一般的技巧。有请阿朵和他的苗族兄弟姐妹们，有请。刚才双方的表演我们大家也都欣赏过了哈，那想不想互相感受一下对方的这种乐器啊，包括演奏和舞蹈的这种形式？今天好弟来教教他好吗？可以啊。那我教你，那你得教我呀。啊，相互学习。相互学习呀、啊、相互切磋。一边敲一边身体还随着这个节奏在摇摆是吧？OK， 会了吗？来试一下，来。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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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学东西挺快的，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苗族也有这个鼓舞，展示一下，来。来节奏，来，一二，嗨！我看那个我特别感触深刻啊，鼓舞鼓舞，有一个词叫欢欣鼓舞，鼓它能调节人的精神，一起状态。所以其实非洲的鼓也是一样，鼓舞精神这一点是鼓的真正的精髓呀、啊、太棒了。好，谢谢。看到各个国家的不同的优秀的文化在这个舞台上学习交流，希望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好，谢谢。那下面呢还是到了我们的颁奖环节了啊，不过这一次我们的颁奖跟以往有些不同。今天在场的这三位，他们既是我们的推广使者，同时他们也是项目的传承人以及本民族文化的推广者，他们也应该获得这样一份殊荣，是不是？没错。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田老师和迪娜老师为我们的传承人颁发优秀传承奖，来，有请两位老师。好，恭喜阿朵，恭喜，感谢你们多年的付出与努力，谢谢你们对非遗文化推广做出的贡献。有请我们三位推广使者来宣读他们的推广誓词。在这片苗族土地上孕育着丰富的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每一个苗族儿女都有这个责任，将这些文化遗产继续传扬下去。我是阿朵，我愿意为苗族文化，为中国非遗文化传承下去。舞蹈给了我们信息和力量，舞蹈给了我们欢乐和幸福。我是郝弟，我是玛利亚，很荣幸能推广我们的非洲活宝，把非洲的舞蹈传递到世界每个角落，希望大家会希望我们的非洲火舞。回到后台，拜拜。